大家好，我是月爽编辑总监学良。机家在高级复杂功能这个领域呢，有非常多厉害的无与伦比的成就。那其中一个成就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球体陀飞轮。机家球体陀飞轮呢，在2005年或者2004年，它第一代推出的时候呢，其实就掀起了这个所谓多轴陀飞轮的战国时代，开启了一个历史的新页。那到去年为止呢，其实球体陀飞轮已经来到了4号。那我手上这一只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问世的这个球体陀飞轮2号。其实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历史地位。即使经过那么多年呢，在市场上其实都还有人在寻找这一个球体陀飞轮2号。那当然，球体陀飞轮的特色，当然第一个在于说，它改变了传统陀飞轮的样貌。不只是一个平面式的旋转，它增加了多了一轴，让它变成是一个 3D 立体的一个旋转的一个转轴，所以呢，让它对于这个抵抗地心引力所造成的误差的这个效果呢，可以更好，让你平衡误差的效果能够更好。那所以呢，但是当然，陀飞轮它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难度制作难度上非常高的一个工艺，尤其是你可以注意到它在做成了多轴之后呢，立体的框架。又难度又更增加许多。那第一代跟第二代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说，它采用了一个 reversal 的表壳，这个长方形的这个机芯，但是依然保有这个球体陀飞轮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双轴的概念。但是呢，你可以注意到在中间的部分，它的游丝的部分呢，它则是采用了一个桶状游丝，也就是呢，不只是一个 2D 的旋转的游丝，它是一个立体的桶状的结构。好，那这个对于收放这个游丝的这个收放的真圆的比例来讲呢，它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等时性，好，也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更精准的效果。那当然在视觉上呢，它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因此它也让这个球体陀飞轮二号在众多的这个多轴球体陀飞轮之中呢，显得格外的突出。那当然它实现的方式呢，它就是用一个偏心表盘的方式，而且呢它做了大量的这个镂空的一个设计，让你可以在视觉上呢更加的通透，更加的欣赏到更多的机械的细节。那 reversal 还有一个好处呢，它是一个翻转式一个表壳，这也是 reversal 这个系列的特色。那翻转到表背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镂空的设计，因此呢，比正面来讲，它更能够欣赏到，比如说发条、轮系，还有它陀飞轮的不同角度的面貌哈。这个是在这个只有这种风格，那真的就是只有 reversal 这样特殊的翻转表壳才能够做得到。那另外在这个右上角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动力储存显示的一个装置，让你可以很容易掌握它的这个动力储存的这个状况，尤其它是一个手上链，那动力储存的这个功能呢，当然就变得更加的重要。那它当然整体来讲其实是非常有分量的一只表，厚度也蛮厚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高阶的一个复杂功能，所以其实这种表当然对日常佩戴来说当然也许不太适合，可是一个收藏级的腕表来讲呢，它这个分量呢拿在手上是刚刚好哦。那它价位定价大概是在1000万元，千万之谱，但是以它的稀有性来讲，其实你只要能够有机会入手，财力够的话呢，我相信这个绝对会是一个重量级的收藏家应该拥有的一只这个重量级的腕表。